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Saturday morning. Before we get started, I'd like to do a language check. My name is Yimin Chen. I'm the program director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ncentration. Before I get started, I would like to check. Let me know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antones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Anyone who doesn't understand Cantonese? Okay, so I assume that most of you speak Cantonese. I would like to deliver this talk in your native language, which made the communication easier. Okay, 好，今日我用廣東話講做呢個 talk啦，因為我諗今日過嚟嘅大部分可能係我哋本地嘅同學啦，就應該冇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或者係內地嘅同學，咁所以就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英文、普通話、廣東話都 OK 嘅。 好，咁我再介紹下我自己啦。咁我叫做陳藝文，我係呢個電影電視專修嘅課程主任。咁我都會教一啲電影電視製作嘅課程嘅。咁啊，首先多謝大家今朝唔瞓懶覺一早趕過嚟，咁聽我哋呢個講座。咁我會簡單介紹下我哋呢個課程，咁亦都會預留一啲時間咧，去回答大家嘅問題嘅。 好，咁啊，簡單嚟講，我哋係電影學院下屬嘅一個program，咁我哋叫做電影電視製作嘅電影電視專修嘅。咁我哋明年過咗你哋入學嗰時，我哋應該就從一個 concentration upgrade 到一個 program 噶啦。不過其實冇乜好特別嘅影響嘅嚇，課程都係嗰啲課程，只不過喺個架構嗰度咧，我哋以前係 一個program 下邊有 concentration， 咁將來我哋會變成係一個 program， 係啦。咁大家文字都有得睇啦。咁簡單嚟講，其實我哋呢個課程係學啲咩嘅咧？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有比較大嘅比例咧，係喺電影電視製作方面，但係亦都有相當嘅 電影史啊、電影理論啊嗰啲內容嘅，咁當然除咗啲專業課之外，大家都知道喺大學可能會有好多通識教學嘅內容，即係 GE 方面嘅內容嘅。好，而家喺電影電視專修下邊咧，我哋有兩個 option， 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同學經常會問嘅問題。我哋一個叫做，喂，阿亮。 哦，嗰邊睇唔到啊嘛？哦 ，OK， 好，你幫我 share。嗰邊仲有人咩？我呢度咁多位，可以叫你過嚟。好，咁我哋簡單講講有一個professional option 同埋 liberal studies option 係咩意思咧？其實 professional option 咧就係佢嘅專業課會多啲，就係咁簡單，即係你必修嘅關於電影電視嘅內容會多啲。咁liberal studies option 咧？ 你會讀少啲專業嘅課程，專業嘅科目，但係你會有多一啲學分咧去修讀其他嘅選修科。咁我諗呢個係最簡單去描述呢兩個 option 嘅區別。當然其實大部分嘅情況咧，呢兩個 option 嘅同學，佢哋好多時候都係會喺同一個課室上堂嘅。如果你係揀同一科嘅話，只不過 OK， 如果我揀 liberal studies option， 咁我就 即係個知識面咧，簡單嚟講就廣啲，就冇咁深。咁 professional option 咧就深少少，就冇咁廣，係啦，可以咁去理解啦。好，咁大學咧就有啲學院佢係叫做 school based 收生，即係你一入學係唔分專業，就入咗個 school 先，過完一年先至揀你嘅專業。但係我哋叫做 program based 咧，即係話你 year one 一入嚟，你哋就係 我哋電影電視嘅同學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獨立收生嘅。好，電影電視係需要面試嘅，但係我哋講面試之前咧，我特別提醒大家就係其實成績係好緊要嘅，你嘅成績一定要好，係啦，有時可能即係
有啲同學佢可能真係個 portfolio 啊，或者個面試都非常之出色，但係如果個成績個分數太低嘅話咧，最後個分加埋亦都未必入到嚟，咁所以就我諗呢個係第一位嘅，就係你嘅成績一定要盡量咧係考好啲個分數。咁我哋面試咧絕大部分情況係 group interview， 係啦，係會一組同學嘅，除咗有時一組人 裏邊咧得一個人出現，咁你就會變成一個 individual interview。咁所以咧，你有時要準備下，即係如果 group interview 咧，其實每個人講嘢嘅機會唔係咁多嘅，你嘅時間唔多，但係突然之間得翻你一個嗰陣咧，咁就好多我哋就會可以問多啲你嘅問題啦。咁所以你可能你寧願準備多啲啦，咁到時如果真係 individual 嗰陣咧，咁你可以有個比較詳細啲嘅對談下同我哋。 作品集係需要嘅，好或者我再翻轉頭講少少，都好多同學會問，作品集係睇啲咩㗎咁樣，最好你就有嗰個 video 嘅作品，呢個係最好嘅，因為而家我諗手機個質素非常之好，好多同學其實都可以拍到一啲短片出嚟。 咁其實你唔需要擔心，我係咪用一個好貴嘅 camera 或者好大嘅一個團隊做出好作品？咁大家話好專業咁樣嘅，幫我睇下啲雜音喺邊度嚟，唔該。係啦，但係關鍵我希望見到你哋嘅video project 可以睇到大家嘅一啲 potential， 譬如簡單嚟講，你可能就係拍一啲 documentary。 即係記錄一下身邊一啲有趣嘅人或者事，或者當然你可以自己設計嘅一啲劇情片。咁所以其實你手機可以做到好多嘢㗎而家。咁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得閒咧，個作品甚至唔需要長嘅，你就算做一個好長嘅作品，我哋最後可能都係有時間睇你2分鐘嘅片段。咁所以我諗呢方面大家唔需要太大壓力，但係咧亦都要做一啲準備。咁除咗 video 之外，當然我哋都會睇有啲同學。 我哋都好重視你哋識唔識講故仔啦。咁所以如果我 OK， 我真係冇 video 嘅作品，但係咧好中意寫故事、編劇、度橋。咁我覺得你都可以準備下用好簡短嘅語言咧，去介紹一啲你自己覺得好精彩嘅故事。咁除此之外，其實好多藝術作品我哋都會睇，包括攝影啊，有啲同學識畫畫啊。 等等等等，咁當然最直接，講翻轉頭，就係都係建議大家如果有 video 嘅作品，我覺得係最理想嘅。好，咁我哋嘅面試咧就通常會係DSE 放榜之後，我哋就會盡快安排進行，一般都係7月份咁樣。好，咁啊呢個時間咧，我諗就。 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度睇到啦，係 Jupas 申請者嘅一個 timeline。咁其實我諗我就唔逐個講啦，大家眼都望晒。其實最關鍵就係DSE 完咗之後，我哋就會盡快安排呢個面試噶啦。咁呢啲咧，大家喺我哋嘅浸會嘅 admission web page 嗰度咧都可以睇到嘅嚇。你只要一 Google HKBU admission。 咁你會直接入到我哋嘅website 㗎喇。咁呢個就係 non-Jupas 嘅一個 timeline。咁 non-Jupas 呢，通常我哋會係連續不斷咁有 interview 嘅，可能中間有一批，咁我哋就會去 in。咁比較大嘅一批，其實都會係喺應該係喺 DSE 放榜前，我哋就會做咗㗎喇。咁大部分情況呢，就 non-Jupas。 多數係 Year Three 入學啦，咁所以有極少數會係喺 Year One 入學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係 Year Three 入學咧，咁同 Jupas 啲同學就應該冇任何衝突嘅。當然仲有啲包括係國際收生啦，我哋或者係大陸收生啦。咁呢啲具體情況我就
唔講啦，因為我諗今日嘅同學主要都係我哋香港本地嘅同學為主。咁如果想了解詳情咧，可以直接去我哋 admission 嗰度咧，可以睇到嗰啲更仔細嘅資料。好，其實頭先我都講咗下嗰個interview 嗰個 portfolio 要準備嘅一啲嘢。我哋希望。 其實係揾到有視覺有個視覺嘅想像力嘅，即係可以有個潛力係用電影電視嘅語言咧去講故事去做呢個節目，係啦。咁就頭先已經講得比較詳細，咁我哋繼續睇下。好，咁我哋入學要求咧就大家睇到係英中數通識。 同埋兩個選修科嘅，咁呢詳細嘅註解咧，大家可以睇下一頁嚇。咁即係我哋喺 DSE 咧，中香港綜合文憑試最佳5科嘅成績啦，作為一個計分嘅方法嘅。咁啊，兩個選修科咧，第一科必須係甲類嘅科目啊，但不包括數學科延伸部分。咁第二嘅選修科咧，可以係以下任何嘅科目嘅，包括甲類科目。 包括呢個數學科延伸部分，仲有係Applied Learning 啊，咁我哋都有一系列同電影電視相關嘅一啲 Applied Learning 咧，我哋係會睇呢個成績嘅。咁當然你係需要攞到一個distinction 嘅一個成績。咁所以其實翻翻轉頭，你Applied Learning 要攞到 distinction 咧，其實你啲主科。 都係要有相當嘅成績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啊，第三就係其他語言科目啦。好，咁我哋講少少我哋關於我哋嘅獎學金啦。咁呢啲係一啲我哋常有同埋有啲數額比較大啲嘅一啲獎學金。咁其中最大就係我哋過幾日都會有一個頒獎禮，就係大家睇到第三項趙小燕。 Lovinia 嘅 scholarship 咁係會有兩個，每個有5萬嘅，係啦。咁啊 Jackie Chan 嘅 scholarship 係長期會資助一啲有需要嘅同學。好，咁啊另外仲有兩個 scholarship，應該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嚇。咁每一年咧，我哋會有個畢業作品頒獎禮嘅，有少少似我哋學院內部奧斯卡嚇，即係。你嘅有啲同學寫劇本畢業啦，有啲同學咧係拍短片畢業，有啲係寫論文畢業。咁我哋會喺呢幾個領域嗰度咧去揀出金獎銀獎，會有一個頒獎禮嘅。咁亦都好多同學會問交流機會，咁其實交流機會多㗎。咁當然詳情大家可以睇翻我哋International Office 上面嘅一啲介紹。咁有啲同學會問，哇係咪要求好高㗎？ 咁其實個分數要求又唔係好高嘅，好似係2.幾嘅啫，係啦。咁但係你都要即係、就是、有一定嘅 GPA 嘅要求嚇。咁就大部分如果係讀本科咧，好多同學會揀 Year Three 出去做 exchange 啦。咁亦都有少部分係 Year Four，因為你去到 Year Four 咧，你就要同你嘅畢業作品安排得好密切。咁我諗絕大部分同學咧個時間安排得好咧，係唔影響畢業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同學咧就一係。 佢想喺外邊留耐啲嘅時間，有啲去 exchange 係做1年嘅，係啦，咁就所以亦都有少數同學因為 exchange 咧，佢可能要延遲1個學期或者1年先至畢業。咁但係就我嚟睇咧，就如果你要做交流，你一定要提前安排好你讀嘅嗰啲科目，一係你走之前咧讀多少少，翻嚟之後咧又要讀多少少，或者你去交流嗰個。 學校咧係有好多相關嘅科目，你可以攞翻嚟去 claim 學分嘅。咁係啦，所以有幾個方法可以令到大家既參與交流，但係咧又唔會延誤呢個畢業嘅時間嘅。咁至於交流嘅國家好多，我見到好多同學美國啊、英國啊、去台灣啊，總之你諗得到嘅去韓國啊。
即係好多地方都去嘅。譬如好似瑞典啊、北歐啊，都有人去嘅，係啦。好，咁我哋過往幾年咧，我哋都有搞一個全球大學電影獎。咁每年咧都有成200多個國家，咁好多電影學院啊，好多大學咁會過嚟去競爭嘅嚇。咁係都係我哋電影學院嘅一大嘅盛事啦。好，咁呢啲係過往嘅一啲活動嘅相啦。咁你會見到台上都有好多可能大家熟悉嘅面孔，同埋我哋會邀請好多電影嘅監製啊、導演啊，咁啊過嚟支持我哋嘅活動嘅。好啦，講一講實習啦。我哋係有實習，但係呢個實習科咧係冇學分，而且唔係必須嘅。咁但係我哋係鼓勵大家去實習，因為其實電影電視專修，咁我哋係常常會收到好多公司嘅邀請，話哦，我哋需要一啲學生嘅 intern 啊，或者我哋暑假又有啲工作機會，咁其實想揾我哋嘅學生，咁我哋就會將呢啲 information 咧就話俾我哋學生知啦，或者係我哋其實大學會有一個關於 job 嘅一個 website， 咁啊好多外來嘅僱主咧，佢哋嘅工作機會或者實習嘅機會咧就會擺喺度，咁啊希望大家經常睇一睇呢啲網站，睇睇有啲咩新嘅消息，係啦。咁至於工作咧，我哋啲同學工作嘅領域，當然有部分會喺真係喺電影界嗰度發展啦。亦有好多同學去咗電視台啦。除咗電影電視之外咧，拍廣告嘅人都多嘅。咁而且而家咧，就其實好多公司都有一啲可能製作video 嘅需要啊。咁呢方面嘅係比較相關嘅 job 啦。咁我亦都見到有啲同學係翻佢自己母校或者去中學嗰度去教書，或者係做校園電視台，咁呢一類都多。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做網紅啦，咁包括小薯茄，咁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咁佢其實小薯茄裏面嘅主要嘅成員其實都係我哋嘅學生嚟嘅。咁所以呢啲就係我哋常見嘅一啲出路啦。咁提一提啦，咁最近都有一套戲上畫，咁個導演都係我哋大概8年前畢業嘅導演，就係應該係《深宵閃避球》啦，係啦。咁佢畢業嘅時候嗰個畢業作品咧，都係一個運動喜劇嚟嘅。咁所以我見到哦，8年後佢第一次做導演嚇，其實睇嚟呢個都係佢比較中意同埋擅長嘅一個領域嚇。不過我仲未有機會睇啊，咁啊，我都會盡量嚇去捧下場，睇下我哋畢業生嘅作品係點樣嚇。好，咁我哋設備咧，咁其中等緊大家應該都有機會參觀啊，可以去6樓睇下我哋有一個叫做 Atmos 嘅 theatre 啊。咁其實喺全世界嚟講，有呢個設施嘅電影學院其實係極少數嘅。咁喺美國應該得我哋都有個數據啦。美國可能有6家啊，咁英國可能有3家咁等於咁，所以这个来讲是极少数电影学院才会拥有。咁等紧大家去上去睇睇吓。咁 Atmos 咧，简单嚟讲，咩叫 Atmos 咧 ？Atmos 其实有好多 speaker， 咁佢令到电影里面嘅运动咧，可以通过声音去展现。譬如简单举个例子，如果我射一支箭喺呢度射到后面，传统嘅 sound system 咧就未必可以好准确咁描述到呢支箭嘅运动嘅。佢最多可能前面嘅喇叭響一響，後面嘅喇叭響一響。咁但係 Atmos 咧，其實佢可以模擬到呢、這個運動嘅聲音。佢可能有一系列個 speaker 可以將呢個運動咧好逼真咁傳達俾觀眾。好，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theatre。咁大家等陣去可以睇下實景啦。這個放映室就係104，咁其實喺斜對面。大家都可以參觀一下，咁佢其實做咗好多銀幕嘅，係啦，咁亦都有一個 4K 嘅放映啦。我哋7樓咧有2個 studio， 當然有一個係我哋嘅，即係 undergrad 嘅，咁亦都有一個另外嘅 studio 係放我哋
MFA 同埋 High Diploma 嘅同學，係啦。咁我哋會喺呢個 studio 嗰度教cinematography 啦 ，TV studio 啦。咁亦都有啲同學會 book 呢啲廠去做練習啦，或者係拍攝佢哋嘅 project。咁我哋最近其實先 upgrade 咗我哋三部 camera 升級去到 4K 啦。咁亦都我哋廠頭頂啲燈咧，亦都換咗一批新嘅 LED 燈嘅。好咁除咗頭先講嗰個 Atmos 嘅 Sound Theatre， 我哋仲有三間錄音房嘅，咁啊包括大家平時拍電影，你要錄後期啦，後期嘅對白啦，或者係啲動作嘅聲效，都可以喺呢三間房度去做嘅。咁我哋好多剪接房啦，呢一間應該係我哋畢業生嘅戰鬥房啦，如果我冇搞錯，係咪啊？係啦，咁啊畢業生嘅同學基本上就喺度安營扎寨。 喺度好多人喺度，不過而家疫情有少少控制，但正常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同學住喺度咁，即係剪到攰又瞓醒又繼續剪。咁呢個就係另外一間editing room， 就平時我哋上堂學video 或者係 sound editing 就會用到呢間房啦。好，咁等陣大家去6樓咧，你會見到有個點子電影工作室。 咁呢個點子電影工作室呢，其實係我哋電影學院其中一個部門。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個具體嘅 location， 好多同學會喺呢度。嗱，你見到有張台啦，裏面有啲汽水機啦。咁啊，大家喺好多時候會喺呢度傾 project， 係啦，喺度甚至有時去一啲譬如做演員一啲簡單嘅 casting， 可能都會喺呢度見演員啦，即等於啲學生嘅細細嘅項目。 其實可以用呢個辦公室去作為一個辦公室或者係一個聚會 brainstorm 嘅一個地方。咁同時我哋Studio I 即係點子電影工作室呢，過往我哋做咗唔少去中學做一啲叫種子計劃，即係喺中學嗰度會做嗰啲電影嘅比賽啦。咁包括呢喺大學嘅同外界嘅溝通，包括過往幾年我哋都有一啲電影長片啦或者短片嘅 project。 咁就係通過呢個點子工作室去做嘅。好啦，咁呢個就係等一陣大家可以參觀嘅一啲項目啦，或者等陣嘅活動。咁我諗相信大家手上應該都有個 schedule。好，咁我就個簡單介紹呢，就到呢度啦。 我會留低啲時間咧，去解答同學嘅問題嘅。咁睇下邊個同學有問題咧，就唔好怕醜啦。係呢位家長。 你好，我想问下咧，所谓成绩好咧，咁即系DSE 个分系要几多分啊？或者我大概俾个参考，过去两年我哋平均分咧系25分到嘅，咁低咧就我谂最低都系21、22啦。过去两年两三年我记忆吓，咁高嘅都有个30嘅，咁但系个平均系会去到25分，差唔多系咁样，系啦。 好，後面個同學都有問題嘅。我想問下IB 嘅話，佢個 requirement 係幾多？嗱 ，IB 咧，其實反而就我哋有一個最低嘅線啦，即係你過咗嗰個數，我而家唔記得，但係你過咗個可以 interview 嗰個數咧，其實你就可以入嚟。咁當然有啲同學佢 in 嗰陣，可能甚至係未有分嘅。 佢有一個估計嘅分，咁所以IB 佢係通過 non-Jupas 嗰條隊入嘅，咁所以佢同Jupas 咧就嘅嗰個錄取方法啊標準係唔同嘅，係啦。好，頭先係咪有個男同學都舉手？哦 ，OK， 係，同學俾支麥佢。
教學即係上堂嗰陣時會係用中文定英文？哦，其實我哋教學咧，絕大部分嘅堂係英文教學嘅。哦 ，OK， 係啦。咁當然有個別嘅堂，即係舉個例啦，譬如我哋編劇或者係表演。咁因為編劇涉及好多同學，其實係會寫本地嘅故事，咁係香港人嘅故事，講中文嘅故事。啊，咁表演更加好多時候，你表演你用母語可能會做得好啲。咁所以我哋暫時嚟講，我哋有編劇。表演和導演呢是用中文教的，但是其他所有科目全部是英文教學的。那即會不會對中文的要求會高一點呢？但是我們你看回我們如果成績的話，三三中文英文對我們對中英文的要求是同樣同等高的，就是從分數來講。大家的語言能力是重要，因為你作為編劇是吧，你要寫好個故事，裡面你要寫一些精彩的對白。 我覺得無論是中英文咁都有相當的要求。咁當然你英文入到嚟，好多時候我哋嘅功課，甚至你畢業嘅論文，好多同學會係揀英文去寫。咁當然畢業論文亦都有同學會揀中文嘅，但係據我所知，大部分英文會比較多。咁我哋電影理論嘅科目、電影史啊、等等，其實全部係英文教學嘅，係啦。點解？好，係後邊仲有位同學嘅。我想问分别呢四年我哋系会学啲咩嘅？呢四年咧，你两大类嗱，我哋或者三大类啦。第一大类咧就系大学嘅要求，就系关于通识GE 嘅科目都几多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专业部分你可以将佢大概分为实践类同埋理论类啦。實践类咧，即系教你点去写剧本，点去拍电影。咁啊，细节细分为包括我哋有啲导演、摄影、收音、剪接、等等嘅一啲实践嘅课程。咁另一方面咧，就系电影理论，亦都包括一啲电影史啊，或者系譬如我哋有华语电影嘅专门嘅课程啦。亦都有歐洲電影的一些課程，所以就大概是這幾大類。我們會 step by step， 你入學初初可能 GE 會多一點，但是你第一年就應該會有些專業課，包括是那個製作入門，是的，去到二年級呢，你們的專業課會多一點，會比較密集一點，是的，去到三四年級，三年級會比較高階一點，到四年級呢，重點就是畢業作品了，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好，后面最后一位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 interview 那里有讲到说 prefer video 啦，那会不会如果，我假设我真的没有一个 video 的作品，如果我交的是一个摄影的作品集，那会不会因为我交的作品集不是一个短片作品集，因而降低了我取录的可能性？其实呢，往年都有同学是没有 video 作品而最后入读到的，是的，因为 interview 除了看你的作品之外，其实我们一定会跟你谈一谈电影的，就是看看你对电影有多少了解啦，你平时都看什么戏啦，是的，所以又不用过分担心，但只不过我觉得video 是最直接看到你拍戏的 potential 的，是啦，但是我哋亦都唔係話完全去揾一啲製作類嘅同學。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如果個同學佢可能從來冇 video， 甚至冇攝影嘅作品，但係佢其實有好強嘅編劇嘅能力，佢好識講故仔，咁呢個都得㗎。咁甚至咧，有啲同學可能佢編劇又未必好叻，佢製作又未必好叻，但係其實佢可能擅長去搞電影理論嘅，去做電影研究嘅。所以亦都有些同學是會交一些文章啦，去分析啦，或者我們通過跟他們溝通，所以電影其實它涉及的領域是很多很多方面的，那你不需要泛泛都叻，但你只需要你展示到你在某一方面有那個潛力，那我覺得就足夠了，是的。
好，仲有冇其他问题？系，嗰边有位女同学嘅。你好，我想问，如果是修身嗰方面咧，会系成绩行先啦，定系技术行先？可以咁讲啦，成绩行先嘅。所谓行先嘅意思即系话，正如我头先所讲，即系你成绩要去到一定嘅程度，咁先因为我哋最后会有一个计分嘅机制啦，即系会睇下。你 DSE 的分数和你面试的那个分数，那个成绩是紧要的。但是近年的确我们会刚才看回选修科那里有一个是那个 Applied Learning 的，有些同学如果读 Applied Learning 的话可能都是一个方法。是的，还有没有其他中间有位女同学的。你好，我想问下透过 Jupas 会大概收几多个学生？大概20个学生到，系啦。你好，我想问咧，如果系成绩唔够嘅话咧，唔够分嘅话，有冇其他课程我衔接到咁样？嗱，其实如果成绩唔够咧，都有一个方法嘅。其实好多同学，譬如举个例咧，我哋而家有一个高级文凭嘅课程。咁其實高級文憑都係有唔少對電影充滿熱情，甚至佢哋技術相當唔錯添嘅，咁但係佢個 DSE 成績又未必高，咁有啲同學就係經過入咗高級文憑讀咗一兩年之後，咁佢再通過 non-Jupas 咧，經我哋 Year Three 入學，咁最後都係入到嚟嘅，係啦，咁但係個前提就係話你入去，無論你係讀高級文憑或者係嗰個副學士。咁你呢兩年你真係要攞個相當好嘅成績啦，咁但係呢啲成績就唔係 DSE 成績，就係你嗰個專業嘅成績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途徑係適合嗰啲話，哦 OK， 我可能個 DSE 考分未必係好高，但係我喺電影方面其實係好有熱誠、好有專長嘅。咁通過呢個方法，其實佢最終都係入到我哋電影學院，最後攞到我哋嘅學士學位。咁呢類嘅同學都唔少嘅。好，唔該曬。好，係，仲有冇其他問題咧？係，呢位家長。我想问一下咧，专业选项咧有几多项我可以选啊？第一，咁第二就系我系咪由 Year One 开始嗰四年我都系读嗰个选项？譬如我选读导演咁，咁我四年都系学嗰样嘅嘢啊？定话我可能第一年我学五六样关于电影嘅，咁跟住越读就越专，咁读到最后嗰年，咁可能我先系读导演咁样。哦。其实呢我们刚才大家看到呢我们的课程分两个 option， 就是 professional option 和那个 liberal studies option。 那这个选择是你一入学你即刻就要做的一个动作，选了之后没得转。但是呢其实我们分专业不是刚才你说分得那么仔细的，即譬如你无论读 professional option 或 liberal studies option，其实你是电影的方方面面你其实都会学到的。我们跟演艺学院他们的做法不同，不是说、哦、我一入来我只是读导演，或者我一入来我做摄影师，不是的。其实我们是刚才我数过一些科目，包括你编剧、导演、美术、收音、剪接等等，其实电影方方面面其实大家都会掂到的。是的，就不是说而且那个 study plan 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即是每年你做读什么就这样一路读上去。除非遇到一些很例外的例子，譬如你要做 exchange 啊，或者是中间你不舒服啊，或者是怎样啊，可能会可以做到一些调整。但是大部分在专业科目上面那个 plan 是很清楚 step by step 一二三年级一路上去的。哦，其實睇到㗎，你喺我哋 website 咧，其實你會睇到曬
我哋呢两个 option 都有啲咩科目嘅，系啦。如果你而家想清楚知道啲譬如有啲咩科啊，你想了解嘅，你都可以问我，都可以讲具体啲嘅，系。嗱，譬如你头先问到导演科啦，导演科通常我哋系喺 Year Three 三年级，咁你之前你都要需要方方面面都有一定嘅基础，即系可能哦，我已经学过编剧啦，咁亦都学过摄影啊、剪接，咁其实我对电影方方面面都有一个基础。咁所以去到 Year Three， 你先至有能力去上嗰个导演堂，系啦。咁我哋排序就会考虑到呢个衔接同埋打基础嗰个问题，亦都会考虑到我哋啲科目点样为同学最后一年嘅毕业作品去做准备，系啦。咁所以就由浅入深咁一路读落去嘅，系啦。好，睇下仲有冇其他问题咧？系呢边有位女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面试方面啦，要交作品集啦。我想问作品集嘅形式，即系可能影片方面咧，系将我过往嘅作品合成一条短片咧，定系即系重新拍一条片出嚟俾你睇，定系点？过往嘅作品都可以嘅，你系唔需要专门拍一条片。咁当然亦都有同学系会特登为咗面试咧去做一个作品。咁我讲多少少就系、是一般嚟讲。我哋希望睇到你作品里面连贯嘅两三分钟、而唔系将你过往所有嘅作品咧剪成一个好似 trailer 咁嘅形式俾我睇。即系譬如，如果我想睇到你嘅导演嘅能力，想睇到你讲故事嘅能力，咁你呢种剪 trailer 嘅方法咧，其实我哋唔系好睇到嘅，系啦。即系我唔知道你个故仔讲得好唔好，但系可能你有啲碎片系拍得靓靓地嘅，将佢全部 cut 埋一齐。咁當然呢個都係一個能力，呢個都係一個剪 trailer 嘅能力。咁所以一般，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如果睇連續咁睇你，譬如呢條片你拍十分鐘、二十分鐘，但係我哋取其你認為最精彩個連續嘅兩分鐘，我哋去睇，咁我哋會睇到嘅嘢多啲。當然有啲同學佢係個作品集係想話俾我哋知，哦，佢哋嘅攝影能力係幾勁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以睇 trailer 嘅。是的，因为如果只是cinematography 的话呢，那我们又未必即过于注重这个同学他的编剧能力怎样，或者导演能力怎样，但如果他摄影方面是很强的话，他拍过很多不同类型的 project， 那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去看个片花 的。不过我也提一提呢，就是过往有很多时候是收到的同学是拍譬如是毕业的纪念册啦，即或者有些是好日常生活好 home video 嘅嘢，咁其實我覺得一個作品、一個創作同埋一個好單純嘅home video 記錄，即係記錄純粹係記錄我日常生活，其實呢個係有區別嘅，大家要知道，係啦，即係啲平時嘅一個好隨意嘅拍攝記錄你嘅時光，又未必係可以成為一個作品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呢两样嘢嘅区别，系啦。好，仲有冇其他同学？哦，头先系咪有个同学喺后边举手嘅？哦，俾人问咗。好，嗰边位男同学。唔该，我想问一下咧，有冇话入读呢一科要有咩性格特质，或者有乜嘢技能上面会比较适合呢一科？性格特质呢，我们的同学都有不同个性的。啊，譬如现在的女同学，她其实都是我们的学生来的，她可以告诉你她是我们 TYD 的成员，今天过来帮手。嗯，其实你会见到你身边什么性格、什么特长的人都有。因为电影它的确是很多方面的，它不是只有一个岗位。啊，譬如有些人他相对比较好静，或者是相对喜欢自己做事。咁呢类同学咧，佢可能行编剧或者系剪接啊，咁会比较适合啲吓。佢即系好多时间系自己对住个电脑。咁有啲同学咧就系、是，如果佢个领导能力会比较好吓，佢一呼百应嘅吓。咁呢啲同学咧，佢做监制或者系做导演，佢会比较合适。咁当然虽然讲就其实咩性格、咩特长都会喺我哋同学里边出现。
但我都会建议即系大家，既然读得电影咧，其实系嗰个合作嘅能力好紧要嘅。即系就算你系做编剧或者系做剪接，大部分系即系孤独进行嘅一个工作，但系好多时候你都要同人交流嘅，系嘛？譬如我做编剧，咁我都要同导演倾噶嘛，啊，导演啊、监制啊都会对我有要求。咁你做剪接更加唔使讲啦。咁好多时候其实导演有佢嘅谂法，你有你嘅谂法，咁大家点去磨合呢？咁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话有啲咩特质，咁第一个就系合作系好紧要。大家其实通过读电影，除咗学习呢个专业之外咧，你想其实大家一起做嘢一定有唔同嘅见解，有唔同嘅习惯，唔同嘅做嘢方法。咁所以通过呢个电影嘅学习同埋合作，其实你会学识即系点样去从人哋嗰个立场去睇问题，啊，点样喺冲突之中咧去求同存异，啊，咁去推进一件事。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紧要。咁所以如果你系比较擅长交朋友嘅，咁你一定会比较如鱼得水啦。因为电影好多时候，哇，我要拍个 project， 我要人帮手啊。是不是？咁有啲同学好怕丑嘅，我的确见过有啲，如果你好怕丑，好唔敢讲嘢咧，其实会好辛苦。因为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女仔，佢就系咁噶啦，即系有啲 project 咧，其实系需要一扎人做嘅。其实就算一个好简单嘅 project， 我记得当时系有一个功课，系为一个电影片段去配音咁简单嘅啫。啊，咁你要配音，你起码有一个人喺后边要操作嗰部电脑，有一个人喺嗰边去录音，系咪？咁嗰个女仔咧，因为佢系冇乜朋友嘅，佢亦都好怕丑，唔系好交朋友，佢做得好辛苦啦。佢就要自己走去自己录音，录完之后咧，系走翻去电脑嗰度去睇翻读得准唔准。咁佢系等于系花咗人哋十倍嘅时间去做呢一样嘢。咁佢都做得到嘅，佢都做得到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就系，对于电影嚟讲，就系无论几细嘅 project， 通常咧系需要揾人帮手。咁所以我谂你如果擅长同唔同性格、不同特質的人相處和合作， 我覺得就 會覺得舒服一點。但如果你本身不是這個性格，有些同學都會經過這幾年這個磨練，會改變到他們的個性的。好，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那邊有個女同學。我想问你觉得这个 program 跟其他学校的是有什么分别？因为据我所知，中大和其他学校都是有电影这个的科目。据我所知，如果在香港来讲，就其他学校其实就不是那么多选择的。譬如APA 啦，都是一个有电影电视的一间学校。但首先从那个规模来讲，就佢哋就會比較細嘅，佢哋會比較細。咁我哋個規模大啲，即係各種層次，從博士一路到高級文憑，我哋各種 program 都會有啦。咁另外我哋嗰個結構係非常之唔同。頭先所講就係，入到浸會，你要作為一個大學生，你要去讀好多通識啦。跟住咧，我哋電影咧係你樣樣都掂嘅，樣樣嘢你對電影你有一個比較全面嘅了解。咁有啲同學係讀完呢個本科之後，覺得我可能中意其中一個方向。咁我哋都有啲同學係，我最近先至送走咗個同學，同佢拜拜。佢幾年前畢業，咁後屘喺香港做咗段時間，跟住就去咗洛杉磯南加州大學去讀一個 MFA 嘅課程。咁佢係最都 send 翻 email 翻嚟話喺嗰邊讀得好開心啦。咁所以我哋本科係你樣樣都掂。跟住有啲同學佢想再深入啲，可以通過master 去做。咁但係APA 佢哋嘅做法就係，你一入學咧，你基本上你就入一個 direction， 即係譬如你可能四年都係讀緊收音，四年都讀緊剪接，四年都讀緊導演，係啦。咁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即係睇下你覺得點樣去選擇。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即係話，一个电影人，无论你将来做哪一个部门，你对电影如果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了解，同埋你对电影以外的东西有一个广泛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啊，即系读电影嘅同学，千祈唔好谂住就系、是、哦，我识电影就得啦。吓、啊，其实好多大导演都有讲过，你电影嘅技术好叻，你电影嘅知识好丰富，但系如果你对呢个人生世态、社会、啊、政治、历史等等一无所知，咁你所有呢啲技巧、技术，你去拍咩呢？你最终系要拍一啲内容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哋系电影专业，我哋系鼓励大家读多啲书，去了解唔同嘅领域嘅知识，系啦。好，我希望我答到你嘅问题。啊，你好，啱啱讲到 interview 嗰个部分咧，即系如果我过往有几个。即係拍攝過幾個嘅小嘅作品咧，咁我 interview 嘅時候咧，我淨係揀一個可能最 outstanding 嘅 present 兩三分鐘俾你睇，然後其他嗰啲就即係輕輕地講，係咪就 OK 啦？定係我都盡量每個 video 都 present 一至兩分鐘咁樣會好啲？嗱，其實 interview 通常我哋淨係睇兩分鐘，你就揀你所有個 project 裏邊你覺得最精彩、最講到你嘅能力個兩分鐘嘅片段，因為interview 的时间不是那么多的。啊、当然因为我们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有一点不同。有疫情的情况呢我们会提前呢大家会交晒片我们会可能会看多一点。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场看你的片跟着我们现场其实会跟你讨论的会问问题的。是的所以其实个重点不只是看片是看完之后其实我们想知道诶，里边你嘅处理背后有啲咩谂法？你点解要咁做，或者你点解唔咁做？系啦，咁所以睇片只系其中一部分，我哋系通过呢条片同你讨论，去明白你点谂嘢嘅，系啦。所以咧就唔需要咁多，两分钟 OK 噶啦。系，咁我哋大概仲有十分钟嘅时间，大家可以揸紧时间提问啊。唔该，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嗰、那个作品集啦，你话要交可能一啲剧情片啦，但系如果条片系我同人哋一齐拍出嚟，即系可能有啲人系负责度个剧情啦，有啲人系负责做幕前演出啦，有啲人系负责即系揸机拍咁样，可唔可以几个人交同一份作品噶？可以嘅，但系呢个咧就要大家要小心啲，就系、是、第一咧，你哋嘅分工要好清楚。啊，即系譬如一个 project， 导演、编剧、摄影等等等等，好清楚。而且最好咧，每一个岗位就系一个人会比较容易睇啲。嗱、啊，譬如冇错，我呢个 project 可能导演、编剧，咁我编剧有三个人、四个人，咁你系其中一个。咁我哋有时就好难判断你其实你喺里边你个贡献到底有几大咧？系啦，咁当然我哋都会通过对谈去了解多少少。咁所以我一般建议咧就。你的崗位很清楚，你在这个崗位的贡献要很清楚，那这个是会很有帮助。那也都避免什么情况呢？有些同学他交一条很专业的片的、啊、那他是在里面有工作，但他只是在里面可能做一个 PA、啊、譬如举个例，你在无间道你做一个 PA， 好，你交一条无间道给我，但是我怎么去评判你对无间道的贡献呢？是不是？所以呢，与其你在一个很大很专业的作品里面而做一个是没有那个 creative input 的人，你不如做一个很业余很不成熟的作品，但是你里面是主要的创作人员，是的。所以这个大家就要小心了，因为过往真的会遇到一些同学，哇，拿条片很厉害的，很 fancy 的，但是他在里面你看不到它是有那個主要的貢獻在裡面。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好，我們大概還有11分鐘，所以有問題的同學可以抓緊問了。好，這位同學。唔该，咁想问一下关于作品集咯，即系啲片会唔会有 prefer 系要原创、二创，定系或者
即系剧情片、搞笑片咁样，应该。哦，呢方面反而就冇特别嘅要求嘅，即系过往交过嚟嘅片咧，系乜嘢种类都有，纪录片啦、剧情片啦、实验电影啦，甚至有台佢可能就系交个 music video 啦，系啦，咁系各种类型嘅片都有嘅。亦都有啲同学咧，佢譬如佢拍一个关于自己嘅纪录片，啊，咁呢个就系一石二鳥啦，一方面佢好似可以同我哋介紹到佢，另一方面咧，如果嗰條片係精心設計，其實亦都睇到呢個同學嘅創作能力。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方法。咁所以喺片嘅類型又冇特定嘅，係啦。咁最關鍵可以講到你創作方面嘅潛力，係嗰邊嘅女同學。唔该，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系冇任何嘅拍摄经验或者编剧经验，咁但系我喺学校入边，我有尝试去自己写一啲编剧大纲或者一啲小说类型嘅，咁佢加入佢个作品集入边系可唔可以嘅？系可以嘅，即系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咧，就系、是其实我哋系希望收多啲识讲故仔嘅人，无论你系从编剧嘅角度讲故仔。亦或是從導演或者剪接師甚至攝影師的角度講故事，你剛才講的情形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硬了一點進來， 我早些都有講、有些同學真的他沒有拍沒有拍過照片沒有拍過 video， 但是他寫過很多故事的、我覺得、當然你寫的故事呢，你要有能力在很短的時間可以將個故事呢就概括到出嚟，因为在现场的时间我们不是那么多的，所以你不可以在现场、你对一个三四页的剧本，那我们是没有时间看的，是的，所以、如果你平时创作开一些小说、剧本，那你最好尝试一下、你可不可以在一两分钟的时间可以将个故事讲到出来，是的，甚至有时我们会在现场即刻找一些 topic 呢、请大家去读故事的，咁所以这个咧，大家可以平时去活动一下你呢个 story muscle， 系啦，尝试一下，你可能每日都读啲嘢出嚟，你惯咗个思维咧打开啊，天马行空，可以嗱呢啲系今日嚟嘅同学嘅福利吓，我透露咗少少我哋有时面试会做嘅嘢吓，咁但系话咗俾你知。都唔緊要噶，因為你唔去練嘅話咧，你係做唔到嘅。有啲同學喺現場突然間你抌樣嘢俾佢，佢係呆咗喺度冇反應嘅。咁所以這個可能大家可以平時去練習下，其實可以 train 到嘅呢、這個能力嚇、啊。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好，嗰边嘅男同学，唔该，我想问一下，如果喺入学嘅要求会唔会对技能有啲要求？可能你要有好深厚嘅灯光嘅知识啊，摄影嘅剪接技巧啊，嗰啲都会唔会有呢啲嘅要求咧？呢方面其实系冇乜好特别嘅要求嘅，即系譬如举个例，你打灯，你入到嚟，其实就自然就会教你哋啦。你剪接你又不需要掌握啲最专业的 software， 现在很普通的手机都有些 app 呢可以很简单你可以做到剪接的、很多时候你拍一个纪录片拍一个剧情片，你的 editing 是可以很简单的嘛， 你只需要懂得从一个 shot cut 去另外一个 shot， 你就可以做出一条十分钟甚至半个钟的短片。大家去看电影，平时你去戏院看的电影，绝大部分他们 editing 从技术来讲、我们不是从创意来讲，从技术来讲其实很简单的嘛，你从一个 shot 去到那里 cut， 跟着下一个 shot 找一个点 cut， 两个 shot 一搏，那就是搏起两个 shot 了。那同样的方法你就可以将一条长片都搏下来了。那有些电影整条片下来它就是得一个 cut 的方法，它连 dissolve 都没有的，是的。那所以从那个 technique 来讲，就是
如果你是讲紧点去运用一个 software 啊，点样去操作啊，咁呢方面反而唔系我哋特别注重嘅嘢，系啦，因为嗰啲其实系简单嘅，你只要开始掂，开始操作，好快你做一两个 project 你就上手嘅，系啊，咁所以我谂系讲到底，其实尤其我哋对本科生嘅要求，其实唔系特别话希望你系作为一个技工。一个技术人员，而是希望大家是一个创作者，大家有想象力，是啦，也有一个高阶的思维，是啦，那我想这个是会更加重要。那其实要培养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要读多些书的。有些同学有个错觉，就是说哦，读电影是不用读书的，即是觉得好玩，那我入来成日都一班人一起去拍摄。咁呢個部分地真嘅，即係話好多時候的確係好多人一齊。咁但係其實你去到頭，你嘅思維嗰個寬度、深度，其實係受你嘅教養、你嘅閱讀係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會讀下書啦，讀一啲教科書以外嘅書啦。即係無論你嘅興趣喺邊方面，無論係歷史啊、文學啊，生物啊、宗教啊，即係好多嘢嘅。你揾到一樣你有熱情嘅嘢，係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緊要嘅，即係嗰個你要識諗嘢。咁你首先要吸收前人嘅好多思考嘅成果嚇，你唔係從零開始噶嘛。好我哋仲有四分鐘，仲有冇問題？唔該，我想問一下，如果讀完呢個課程之後咧，去除咗喺香港去其他地方就業，係 O 唔 OK 噶？當然 OK 啦。嗱，譬如我舉一啲例子啦。咁最直接其實係翻內地發展嘅同學唔少嘅。當然我哋有部分係內地過嚟嘅學生，咁佢哋翻翻北京，而家係成個中國嘅電影中心啦。咁有啲同學喺北京嘅發展係非常之好嘅。無論是做監製啊、做導演啊、做編劇啊，其實都有非常之好的發展。當然亦都有啲好大膽嘅香港嘅同學，我包括我過去教過嘅同學，佢真係畢咗業之後咧，就自己一個人就勇闖大陸嘅嚇。咁所以內地係其中一個發展機會啦。咁雖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使係OK， 你喺本地可能你。找到一些香港導演的公司，大家知道其實有不少很多香港導演其實都有些合拍的項目，很多時候其實他會帶自己的團，即是一些團隊會帶回去內地工作。譬如舉個例子，其實周星馳身邊其實都有一些我們的畢業生的，就這麼簡單，即當然他辦公室在香港啦，有時候我都會跟他見面，都會爆一些周星馳的秘密給我聽啦。咁佢哋最早前佢哋包括係參與佢哋嗰個喜劇之王二嘅拍攝，咁佢個團隊裏邊其實有我哋嘅同學嘅，亦都有啲同學其實一畢業咧除咗周星馳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導演啦。咁身邊係有我哋嘅學生喺度嘅，係啦。咁亦都有啲同學移民，咁我哋早年有啲同學就好早啊，就去咗澳洲。他都會跟我說他去那邊其實你有這個技能呢，你又大膽一點呢，其實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會有所發展的，是的。好，有沒有其他的問題？當然 就你去到不同的國家呢，你要融入那個體制，其實 會有一個過程咯。但是譬如最發達，全球電影最發達的地方就是洛杉磯了。那洛杉磯其實是有很多移民在那裡，很多外國的電影人去到洛杉磯那裡發展的、所以那個競爭很激烈，但是那些最勇猛的人呢，他是可以衝到出來的。是的，好，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我們還有一分鐘了。好，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呢，那我最後都講一講啦。那大家應該都在新聞上看到啦，咁亦都知道，我哋而家電影學院咧，其實已經係脱離咗傳理學院，咁我哋係同視藝同音樂一齊，組成咗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咁三個創意嘅部門喺埋一齊咧，我哋都期望會創會做出一啲好大嘅火花嘅啊，包括我哋最近見到音樂系嘅同事啦，大家一傾，突然間發覺佢哋音樂嘅學生係好想揾到啲 video 去配樂嘅，咁我哋電影嘅學生咧係好想揾一啲作曲幫我哋去寫音樂嘅，咁我哋希望呢一類型嘅合作，可以越嚟越多啦，包括你話視藝，咁電影其實亦都需要美術方面嘅人才，咁我哋係啦，都非常之期待，我哋三個唔同嘅 department 會有好多火花出現。好，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謝大家，咁大家可以睇睇我哋頭先104嘅播室啦，樓上6樓嘅 Amos Theatre 同埋7樓嘅 Studio 嘅，